阳医生四象，太阴太阳，少阴少阳，实际上就是个春夏秋冬的。然后四象生八卦，就出现这个乾坤震艮离坎兑巽，八卦生万物。所以说会八卦的第一步呢，我们通常叫一个一卦开天。因此说呢，全国各地所有青年的地方。
Halloween Day。Thank you.